哪块板是我的？哪块板是你的？这是你的。这是我的，这个是左脚还是右脚啊？这个是不是又是左脚的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零一？你是不是嫌我烦？这好机车哎！我哪里机车？这话超多嘞！你这是真心话吗？我错了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就不说话好了。你们都这样欺负我！像这样的大小姐可不要出尔反尔哦。我不要再跟你们说话了。怎么还在说话呀、啊？我交了好朋友。你还在说话？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一定要在这片雪地上赢过你们所有的人。我这个，哎呀，又不是比赛谁滑得快，谁滑得慢，又不是比赛谁停的那个吗？你是心多大的人呢？要别人帮你板板。好甜呀，你们俩。OK， 你先下，女士优先给你贵宾级的待遇，去吧。We are ready. Round one. 哎呦！啊！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说先让他了？哦，那可能是先让星星走，先让了他。这个鼓点结束，咱走。我一定要在这片雪地上赢过你们所有的人。现在最快的是虞书欣啊。是小贾吧？厉害的呀，我们！可可，我来啦！哦，那个是零一吧？零一在最前面。在这片雪地上赢过你们所有的人。加油。现在谁是第一？谁是第一？黄明昊。哇，好快，稳了。我再拖后腿，我能拖到哪儿去呀？有厉害的呀，我们。第二，谭健次，零一呢？我卡住了。快！零一下来了。好，零一。继续加油。我一定要在这片雪地上赢过你们所有的人。还有一个星星子，好可爱。这虞书欣滑下来了，虽然被淘汰了，但是他现在就是单纯的就是体验滑雪乐趣了。欣欣去哪儿了？陆柯燃，佳琪。
小妹，咋回事？我已经偏离赛道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把你运送回去。好的。来吧，这样我们把你飞起来，让你飞起来。哎呀，小心，小心！好了，好了。哎，怎么滑到这里来了？我能滑下来。来来来，你很不错。好好好，放好好放吧。啊！脚尖立起来。啊对 ，Hello， 谢谢，好厉害，到到到，很厉害了，已经看到了训练的成果。金子是自己推坡推下来停了，呀呀呀呀！体育精神已经做到了，真的太好了，还可以。那你愿意加入我的队伍吗？我会对你好的，我现在已经非常伤心，加入我吧。好好好好，我要告诉你，游戏不可以反水的哦。加入你，加入你，加入你。这个粉袋就不可以反水了哈。谢谢。OK OK OK， 你已经有一个会滑的了。那我去找其他队友了。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队的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我把他伤害了，我们要现在去解决一下我们的私人院，你稍等一下，好吧，马上就回来。好吧，拜拜，队长。队长一会儿来找你，加油！加油！今天这群人，我都不会放过的。哎，可以。哎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俩一队？不要跟他们说话。小鱼，不是，你都仨人了，你还挑人？咋的了？没有你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长厉害了，你想把我甩了是吧？不是，你什么人啊你啊？他刚刚就说，要不把谁给先那个丝带拿回来。哇、哦，你什么人啊？这个回放，哎，这样，这个回放你看看，要不把谢黑那条幅拿过来。我可是为了你伤了我的好姐妹的心呢、啊。我问了，哎。他真的伤了吗？他现在已经不要我了，你怎么这样？不能，妹妹，我不能伤害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像你一样伤害别人。真的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真没说。又见面了。谁呀？还开出来一个。谁呀？咱先去看看盲盒去。你又来凑热闹？不是，摄影老师进来，摄影老师。你又来凑热闹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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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燕子哥，你是什么丝带？我是什么丝带？他是绿丝带。哦。啊！快绑紧，快！我可是你的学姐。学姐好，绑紧，绑紧，哥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一队？没有也可以了。他夹大腿，但是我了。师姐。那没办法，绑紧吧。他内心就是绑紧。他内心绑紧吧。我们组队成功了。还有一个人在哪？哦吼呀！都没有一个人进来，没有人选我。外面的世界跟我没有关系。这是谁啊？Hello。哎嘿，万一在忙。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已经组队了。没有呢。那是什么？好的，我先去找我的队友，我叫星星子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好的。不要哭，真的不要哭。让我们再凑个签，你看。你是你的隐藏任务。我这整个一期都不会想跟他们说话了，这个已经选过了。安琪，他来了，我在等你呀，宝贝。不是，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，不要跟他们说话。哎，等会儿，摄影老师进来，摄影老师。你又选我的吧，我在等你。安琪他就说，我等你等了好久，我的一瞬间就是百感交集，我就被治愈了，我就当时真的想流下泪，说还是你好。这
你的安琪姐姐。Hello. 林超，我们的新队员。天娘啊！就是我们三个，就咱们三个。对。哦，你都是觉得，哇哦，接下来三天一定会很累。我们来取个名字吧，不然真心组合怎么样？可以，真善美。可以，我们就叫真善美。绿色是什么队？管他什么队，赢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管他什么队，赢就对了。呀耶！那我们就叫有一种爱叫永不放弃。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。那我们就叫如此美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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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难的那天。这什么？不管什么名字，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原则。打嗝，就是团结，就是团结。韩姐，你刚刚还想把我拿去换钟汉良老师呢？没有，我以为我还多一个丝带呢。不要跟小鱼一样，把工作中当中的仇恨带到生活当中。我不是，我是一会记一个人一辈子，一辈子，就是那种用小号骂你。